团第七次录音。无奈的人生，身为一个学生，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好的未来，是必须忍受多少个熬夜的日子和无情的成绩给予的打击。身为一个社会人，要财要势要名要利，是必须承受多少的失败，即使成果是那样灿烂。而人生，它叫人无奈，但谁能不爱？制作：台北县立中山国中，何昭、廖真佑老师。录音：陈映如。中华民国86年12月12号。作者：何昭老师、廖真佑老师。再会，拜拜。